第二个定供戒实际上不仅仅是戒了，它包括什么呢？定学、定。
第三个道共界是什么？包括慧。这个界对于我们修学佛法的佛子来讲，它是有不同阶段的。如果你仅仅是个初学的人，就像我们大家可能都是凡夫众生，是吧？烦恼一大堆，没有任何的修学的这种智慧，更谈不上什么悟道正道。那我们只能从这个误差界做起。佛告诉我们啊，这个是真定戒律，大家要注意，不能违犯。为什么要给你们治这些戒呢？就是佛不说，你们肯定会犯。每个众生都会犯这个事儿。那么佛他肯定就是有的放矢啊，知道你们有这些毛病，有这些烦恼，那我就一条一条的给你们指出来。这个地方要注意啦，你们可能被违犯喽。这个地方又要注意啦，你们可能又得做些不应该做的事。所以为什么木禅就叫别别解脱呢？是吧？为什么要别别解脱？烦恼太多了呗，对吧？84000烦恼，就需要84000法门。我们甚至可以说，84000法门就是84000戒。那我们基础的是5戒、8戒、菩萨戒，是吧？像到菩萨戒，就是以心戒为主，它就是应该是把它具体的分开讲，它是无量无边。是佛戒，是心戒，那我们就在想啊，正是因为我们有种种毛病，有种种错误的生与意三业，会做些不好的业力，所以需要佛来制定这些戒律，来针对性的我们避免去犯些错误的行为。那么经过我们修行，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。通过戒律基础戒律的修学，产生禅定之后，你这个戒的境界就不一样了。你不要想啊，天天小心翼翼，我要看看这个地方我是不是又出问题了，明天我得学这些对照一下，这个地方是不是我又疏忽了，不小心又说错话了。没必要，你有禅定的功夫，你就随时不是说错话做错事，或者甚至这些起心动念这些妄想杂念都会越来越少，你自然会变得越来越什么呢？安稳，变得越来越清净啊！这就是禅定的一种力量。这种禅定，比如说我们能够什么止住你的妄念，为什么叫做静虑嘛？定叫做静虑啊，禅定清净的一种心，就是这种清净的心跟杂染的心跟妄想心是两个状态。当你具备一定的这种清净的心的时候，其他的妄想杂念不会随便的生出来，那么你的意业是不是就越来越少了？意业少了，你的身业、你的口业相对也就越来越少，你就尽量的去可以避免不去违反这些戒律，你自然说的话做的事情就符合佛法啊，这是定功戒。但定功戒还不究竟，还不圆满啊。虽然暂时这些烦恼不会升起，妄想杂念不会升起，它只是什么能伏，能够降伏。禅定只是能够降伏，但是不能断，只能伏我们心中的烦恼，心中之火不能断惑。当你禅定中出来之后，或者你禅定的这种功夫还没达到更高境界的时候，你是对这个烦恼还是不能彻底的什么根除。就是这个蛇啊，虽然勾出去了，是吧？但什么时候又回来说不出不知道，危险可能随时都存在啊，危险还会回来的，你只是说暂时避免了、避开而已。那再往上，道共戒，你要见道，你要修道，甚至最终要什么了？正道。这个时候，你的境界，你的心中的烦恼已经完全断除了，你想犯生与意三业的这种恶业，不可能，不会发
犯法，你自然而然就是什么呢？以亲近的心做亲近的事情，什么也说亲近的话，完全行。所以实际上那个时候的戒的话，就任运就会自然的生成，不需要再给你定个什么戒律，因为你的所言所行所想自然就已经超越了普通戒的这个范畴，完全达到了戒的目标要求标准，甚至远远还高出这个标准，是吧？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也可以简单给大家做个比较，这个木叉戒、定功戒、造功戒，是吧？我们说这个烦恼就像贼，盗贼，而这个盗贼是什么？会偷盗我们的功德的法财，是吧？会杀害我们的慧命。那第一个木叉戒呢，就可能是避贼，你拿这个贼没办法，他太强大，你打不过他，斗不过他，那你避开吧，是吧？这个贼在哪地方，你赶紧别去那个地方，治安很乱的，是吧？打个比方，印度啊，你重要注意了，不能随便外出啊，不能单人外出，不能夜晚外出，太麻烦了。就是我们知道什么是不应该去做的，做了可能就会有什么呢？非常不好的后果，这就是忌。你逃避可以啊，不去做坏事的呀，不去做不应该做的事情吧，那反过来就应该去做应该去做的事情，诸恶莫作，众善为先。那定功戒呢，其实到这个境界就什么呢？像什么富贼，你不用去躲这个贼了，你不但不用躲，你还可以制服他。怎么制服呢？用绳索把他绑住了，他不就不能危害你了吗？不能破坏我们吗？把他绑住了，缚，束缚的缚，用绳索把他缚住。但是你缚住抓住他，是吧？但这个贼啊，贼心不死啊，你现在缚住了，什么时候敢比方你把他发现他监牢吧，刑满出狱，什么时候又得开始又来做，没有用，没有彻底的解决问题。到后面到后不但是缚贼，把他什么呢？消灭掉，杀贼，这就是杀贼，杀贼一劳永逸，是吧？这就是什么斩草除根啊？当然这说的好像是那个比喻，这个意思。就不同的修学阶段就是这样。我们现在为什么觉得戒对我们来说是个非常不容易做的事情？但因为我们都是在避贼呀，到处都是贼呀。没有什么安全的地方，没什么时候是安全的，外面是贼，内面也是贼，避无可避，没地方躲躲，是吧？那现在好，起码我们遇上佛法，有三宝可以皈依，是吧？即使旁边有很多的贼，但是因为有佛有三宝，有他们力量的这么一种庇护加持，即使贼在这里不要害怕，警察在旁边呢，是吧？关键你得依托他，你得让他知道你是良民的。如果你变得跟他贼一样的，那相互之间贼很多，贼呢贼相互之间厮杀呗，是吧？你还说你受伤害了，谁也不知道谁受伤害了。所以这种就必须我们现在就要做这么一个基础的，但是呢，对我们来说就是繁杂，甚至有些艰苦的这么个修学的一个工作，一个任务。你得把这一步给慢慢的度过，以后就这个路越走越平顺，越走越安稳，也越走越快乐，是吧？修行对我们来说就不是负担，啊，也不是种禁锢，甚至也不显得多么的累，是吧？很轻松，很快乐，你觉得需要它，本来我的生命就应该是这么一种状态的，啊，进入定功戒那就好办了，啊，再往下看啊，若烦恼种子未断而折安眠，则无惭无愧啊，就说如果我们的烦恼种子一直都还有，没有去断除，但是你就能够安稳的在这里睡。你这种人是无惭无愧之人，就是我们生而为人，特别是我们作为佛的弟子，
我们是什么呢？以出世解脱，是说最终要圆满菩提，作为我们修学的一个什么目标。你现在不去精进努力的去修学，烦恼不去降伏，不去断除，你在这里就贪图什么懈怠睡眠，把时光都浪费了，把很多修学的很好的这些机遇都给错过了，你这就属于无常无为之人。如果你想想，身边有这么多蛇在旁边，你哪里睡得着觉？对吧？但是说的很简单，不要造成大大家就是晚上就失眠也不好啊，不至于，这就是比喻了啊。大家必须对于这些懈怠放逸的人来说，你就要很精进努力，不要浪费时间。对那些本身就已经够精进努力的人来说，你还这么讲，弄得不好，他真是用功过度，也未必是件好事。啊，这里说无惭，无惭是什么呢？不知道尊重己灵，不习圣贤。啊，尊重己灵，这个己灵就是每个人具有的这种灵性，实际上就是我们叫做佛性。众生皆是佛，众生皆具有佛性，众生皆平等。你本来也可以像佛一样的，像圣贤一样的，但是呢，你不好好修炼。不尊重己灵啊，你自己本来具备的这些功德智慧，你不好好的去开发，不好好去通过方式去什么恢复自己的佛性，你这就叫做无惭之人。你本来具备这种能力的，但是你不够努力啊，是不是？你都有愧于上天赋予你的这么一种天赋了，可惜了啊，下面是无愧，不知修己过恶，不耻非下，自己做了些过错，做了些坏事，是或者自己很卑微很低下，是属于一种我们说的恶人，不好的人，品行不端的人，但是心中都没有那种愧疚感啊，觉得就这样子，嗯，将过且过啊，无所谓，麻木不仁，不修善尽，这就是无愧之人。无惭无愧之人，那这个人就要继续不断的往上提升啊，要真正提升他的生命的境界，就变得越来越好啊。所以我们作为学佛的人，每个人每天都应该什么升起一种精进的那个心，发起一种什么解脱的菩提的一种愿望啊，甚至是一种渴望，用这么一种强大的一种力量愿力来推动我们自己的一种行为，这种心的力量是会推动我们的行为啊，应该把生命的这些时光很好的加以利用，把佛法的因缘充分的发挥它的这么一种功能啊，在我们有限的这个生命佛法这个因缘之中，去尽量去更高更快的提高自己生命的一些能力啊。好，下面我们再看经文啊。汝等比丘，若有人来结节之解，单自摄心，无令嗔恨，亦当不口，勿出恶言。若纵慧心，则自烦恼，失功德力，忍之为德。持戒苦行所不能及，能行忍者，乃可名为有力大人。若其不能欢喜忍受恶骂之毒，如饮甘露者，不明入道智慧人也。所以和嗔恚之害，则破度上法，坏好明本。今世后世，人不喜戒，当知嗔心胜于猛火，常当防护，常当防护，无令格入，结功德贼，无过嗔恚。白衣受欲，非行道者，无法自持，嗔忧可恕。出家行道，无欲之人，包怀嗔恚，甚不可也。譬如清冷云中，霹雳起火，非所应也。
啊，这个当然都是又是针对我们出家的比丘来说的啊。如果有人来结结肢解，把你的这个四肢啊一个一个给肢解掉，把手砍了，把脚砍了，一个一个砍，这个时候都应该什么呢？当自摄心，无影嗔恨，不要让自己的心升起嗔恨这么一种烦恼。意当护口，勿出恶言，心没有嗔恨，口没有恶言。如果你放纵自己的这个嗔恚心，那就会妨碍你的修行修道，失去了种种功德和利益啊。忍辱作为一种功德，是持戒苦行所不能及的，就是它比持戒苦行更高一级，这个法门更难修，它的功德也更大。你可能修了很多的苦行，持了很多的戒律，但是因为就是最后不能忍辱，放松了嗔恚这个烦恼心，所有持戒苦行积累的这个功德林全部被一把火给烧掉了啊。当然这个说烧掉了，烧的全部烧光了，有点过于严重，但基本上也烧的这个剩不下什么东西，起码这个地上的这个树林全部烧掉了啊，下面可能还会留一点点根，但是这个根什么时候又能复生，又能重新长出这工作林来，那就时间太遥远了。就是你所承受的这个损失是自己完全不能承受的，太可惜了，太不应该了啊！啊，能够行忍辱的人才可称为什么呢？有力的大人。这个大人实际上按某种来讲就是菩萨啊。所以我们这个佛义教经不仅仅是对比丘、对声闻人所说的，它实际上是包含菩萨道的。没有忍辱的话，这就是修不成的，这属于六度之一呀、啊。啊，不生持戒，后面就是忍辱。没有忍辱的话，仅仅持戒，后面你想修禅定，修得了吗？修不了，不可能修得了禅定，忍都忍不下来。对于顺境、逆境，种种方面对你的一种考验，你都不能去降服自己的一种心的话，你就没办法进入禅定境界啊。当然，这里主要是指逆境啊。若其不能欢喜忍受恶骂之毒如硬甘露者，这个就要求更高了啊！你能够忍受就算了，当然把它当作是平常事啊。别人看到的都是奇耻大辱、无法忍受的事情、忍无可忍的事情，你当作是平常事，那这个人已经修养很好。现在不仅仅还要求只有一点，还更高，这个层次还不够，应该如饮甘露。不是喝一杯白开水、啊、是吧？别人喝是毒药，哎，你这个人修到一定时候是喝白开水，没什么害啊，但只是白水，没什么味道。你这个时候不仅仅是白水，是甘露，那你这个人真的是大菩萨。所以不明入道之不明，这个人是真正的入道的人，入道就是已经正道的人。啊，当然这个就要求是很高，没有的话不可能。没有入道之人，没有智慧大智慧的人，是不可能做到这个程度的啊！好，我们再往下面看啊，哎，这里实际上都把它分解了啊。对治灭烦恼的法药，第一，对治嗔恚烦恼。你看，把这个嗔恚烦恼放在第一个，也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来说啊。下面分别从六个方面再说明。第一，若有人来结结之解，是举所忍之境，以重换轻。啊，就是说你所忍辱的一种对境，这种境界实际上就是来帮助我们呢，来观察我们自己内心，检验我们的修行。它那面镜子能够什么呢？清楚地照见你的内心起心动念是怎么样的。没有外面的境界，有时候你是不容易去观察到自己的内心的。但是我们现在说，你可以内观啊，观自己，观自己的境界、心境。啊，不要内观，你不要达到那种程度啊，不用那种方法，直接外面的随时都有境界来考验。
你就通过外面就能看到自己的内心，相互之间是关联的。以重宽轻，这个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，邪邪之间，这多要命啊！啊，所以一般哪能忍受的事情呢？这是重，是吧？一般普通的忍辱也就包含在里面去了，啊，把所有的东西都概括进去，忍辱的境界。啊，下面第二，当自摄心，悟出对言，啊，正是堪忍之相。我们应该摄住自己的什么呢？心念，不要口出恶言，也不要生起嗔恚的心。我们应该能够很好的去忍受这种，当然看的啊，我们娑婆就叫看着嘛，是吧？我们娑婆看的是被动的人啊，没办法了，忍习惯了，也无能为力了，也麻木不仁，也找不到办法去解决问题，那就只能忍呗。啊，所谓的能够忍，也只是能够忍受什么一定程度的这么一种逆境关系。他这里的看一切境都可以忍，而且这种忍不是硬生生的被动的去忍，他心里还忍不了，表面上是一种忍而已，而是内心嘛，能够通过调伏自己的心念，达到什么呢？安忍不动，就像大地一样的，你骂他。你打他，啊，你吐口水，是吧？甚至种种恶逆全部撒在上面，他什么时候给你报怨过？什么时候会报复你？没有啊，是吧？他都是很平静的去承受，啊，所以这个是安稳，内心是非常安稳的、安静的，啊，这才是真正的一种人，这是佛教的人。啊，第三，若纵慧心，施功得力，明不忍之事。你要是不忍，就会有种种什么了过失，你会失去很多的功德利益。啊，第四，忍之为德，有利大人啊，深叹胜利，以劝修习。啊，赞叹那些有殊胜力量、有大力量的人，这种修习人。啊，来劝勉我们，来鼓励我们，应该向他们去学习，给我们树个榜样啊。第五，若其不能啊，如果不能忍受的话啊，无过嗔恚，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个所有的烦恼啊，这个严重性没有超过嗔恚的，重名啊，重名不忍之过，以戒行忍啊，重新的再次说明这个。不忍的这种过失是厉害到哪种程度啊，来劝诫我们修行的一定在这个地方要注意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甚至是极重要的一个修学的要点啊。第六，白衣受欲非所应也，皆幻不应。那就是白衣受欲，白衣身点称慧心好像还可以理解，如果出家人就不应该了，是吧？但对出家比丘要求是更高，啊，但是对于大概白衣人要求没这么高啊，这是佛的一种思维了，但是我们对自己来说，每个学佛的在家的信徒，你要是不通过这些关，你能证道，你能悟道吗？是不是？修行不是件容易的事情，当然我们经常也说啊，肯定四众弟子各有各的因缘。在家修行有在家修行的因缘，有他便利的或者是殊胜的地方，出家修行有出家修行一些好的地方，但是相对来说肯定我们还是首先赞同出家这些，因为出家确实不容易啊，物以稀为贵嘛，是吧？人也是以稀为贵啊，能够真正出家是吧，好像也没多大的事，但是如果你真要放下不容易啊，剃了头是吧，穿个出家衣服，你表面上就像出家人啊，大概是装模作样，也得装起来不容易啊，啊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的，还是比在家难得多，
因为我们觉得不自由，就是因为我们的烦恼太自由了。但家里你随便让这个烦恼自由的横行，随便做什么事情没有人去说你，因为在家这是正常的，这大家可以允许的。但出家不一样，出家有很多的限制，有很多的要求，标准提高了，所以能达到更高标准就更难啊。当然很多地方啊，出家人多是身为行啊，多是自度，你看都把我们都抛弃不管了啊，家里父母都不管了，所有的亲人都不管了，就自己一个人去修行，只求自己解脱啊，好像表象上是这样，不是这样的嘛，是吧？自己不解脱怎么去解脱别人呢？没办法啊，先把自己的事情做一个了断，是吧？最终还不得去入世去度众生吗？啊，所以理解出家是消极避世，那是完全错误。那是出家刚开始的时候，为了什么啦？保护自己修行，给自己创造一个更好的修学的环境，免除世俗的一些干扰，是吧？你这个出生的婴儿，什么地方都得小心翼翼的养不好。等以后你长大有力了，你才能去为世间做更大的事业，去利益众生啊。那么在家，你说句实话，就已经不具备什么出家的条件。虽然有什么在家出家，太罕见了，不太可能。而且你在家出家，说句实话，你就一个人待在家里，你也不住在道场，也没有出家人，也没有寺院的这些亲卑眷侣，大家共修的一个环境来约束你。来摄服你，你要修行的难度更大了。你很容易放纵，很容易自由，很容易懈怠。你说我有更大的力量，我自觉很强啊，我的根基特别的稳定，我都不需要别人的提醒，也别有别人的那种什么呢鞭策。那你是什么人呢？这种人那简直就是什么呢？人中之龙凤啊，佛中都是龙象之才啊，不太可能出现的。当然后来我们到中国来说，为了鼓励大家在家修行啊，他们可以信菩萨道啊，是吧？大家可以发菩提心啊，恰好劝身边的人大家都来学佛啊，是吧？当然肯定也有他的一些便利的条件，但说句实话，你自己学的都怎么样，你劝别人，别人又能学的怎么样？大家都差不多啊，前几天前几年后几年而已，只是有前后的差别，实际上你们的质量都差不太多，是吧？你就出你在家几十年，你跟在家十年还是差不多的意思，除非有特殊的极少部分的人，他们达到比高，他们的越出这个层级达到更高的层级，一般是不可能啊。当然在家是这样，出家实际上不也是如此吗？啊，真正能为成为佛法栋梁，成为出家里面的龙象的也是少之又少，但即使这样的话，他的起点比在家还是要更高一些。另外，作为佛法啊僧三宝里面僧宝的一个象征，一个形象注释啊，包括实际上也能起到很多的积极的作用，这个方面它给我们带来这种意义，带给我们带来这么一种啊功德，带来这么一种可养心，那是我们在家人是没办法去成就的，你看不到的啊。啊，这里要的啊，这种星云大师的字，要的，不是要的，不是谁要你的啊，是应该自己要的啊。我们再看下面啊，还是对着这个嗔恚烦恼忍辱啊，忍辱之下啊，当自摄心，无令嗔恨，则身业清净，悟出恶业啊，则口业清净。就实际上摄心也就包括意业清净啊，身意清净啊，不行忍辱的过失，自烦道则不能自利，失功德利则不能利他，慧心一起，二利俱散啊，既不能自利也不能利他啊，不但是不能自利，实在是太急了啊，一念嗔心起，八万障门开，所有的烦恼障全部都出来，所有的障碍全部出来。啊，一个是烦恼出来，一个是功德林又被烧了，里外里这个障一算，亏大了啊！
修学的也会要学会精打细算的，知道吗？特别是学界的更是这样的，谨小慎微啊，是不是？你要真正取得成就容易吗？大家创业容易吗？刚开始是吧，一穷二白，家里什么都没有，你还不精打细算，你这个功德苗怎么去呵护啊？怎么去茁壮成长啊？当然这里有比喻，有个故事啊，西哥立王啊，调达尊者，提婆达多啊，提婆达多是提婆达多的前身啊，哥立王啊，皆是释迦真善之士啊，就是这个忍辱仙人嘛，对这个哥立王结结肢解的时候，没有升起一念的嗔心啊，后来这些天人都赞他，后来他的身体又平复如初啊，这当然一个是提婆达多，一个是什么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啊，就他们。生生世世相互之间呢，都是互为什么呢？道友，也是互为什么呢？冤家仇对，这很有意思。没有这些仇人呢，就没有恩人；没有烦恼，就没有菩提。所以这些恶人，你不要说他就太坏了，一无是处，是吧？对于我们真正没有智慧、没有福德的人。坏人只会害人，你觉得他对我们就是伤害？对于真正有修养的人，可能就不那么想。对待一个发菩提心、行菩萨行的人，有时候还得主动去找点路，就得靠他们来锻炼自己、提高自己呀，是不是？什么呢？这个金子要靠什么火来炼啊？是吧？这圣人需要什么呢？磨来磨啊，什么为什么叫磨？磨练出来，是吧？设不于恶骂，作刚不响，则不能欢喜忍受，便是愚痴未闻道乎？为什么还得做刚不响呢？这都是法，这都是佛法，都是刚路，其中的味道，只有真正的这些入道之人、大人才能体会得出。我们普通人是没有这么一种什么呢？品味的。你的品味太低了，品不出其中的味道来。况一念真心起，百万丈门开，破除伤法，何能自立一块好名闻？何能利他？今世无二利之因，后世无二利之果，对吧？有利又有害，是吧？这种因果，你干嘛要去做呢？这种因不要去种啊！忍辱的功德果报，持戒者未必能忍辱。这个人持戒持得好，不一定能够忍辱啊。就是他普通那个持戒，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种木叉戒，没有说到什么的定供戒、道供戒那种程度。他虽然持了戒，但是他这种表面的设自己的身口，实际上心中的烦恼没有完全防护保护好，一旦心中的烦恼突然激荡了，爆发出来了，他身口的行为就发生很多的偏移。过去身口持戒持得很好，嗔恨气突然一起，全乱套啊，是吧？过去当然很多地方一般都错了，不会犯啊，根本错也不犯，这个好一下犯大错误了。因为他接受这个考验太大了，忍辱者绝无不持戒，就是绝无不持戒的人能够忍辱者。这个持戒是修忍辱必须经过的一个什么修学的道路。如果你这个步骤、这个路都没有走过、走好的话，你想走第二条路、走后面的路是走不到的，绝无可能啊。六度之中，戒居第二，忍居第三。以前不兼后，后必居前啊！就什么意思呢？前面的不具备后面的，后面的可以涵盖前面的。你要走后面第三条路，说明前面第二条路、第一条路已经走过了。走第一、第二，未必什么，说明你已经走了第三条路啊。以我心而持戒，则报警人天；以无我而行忍，
则变成什么呢？出世大道。如果你是以我心，这个我心没有断，执着有个我来持种种戒，你戒持的再好，你的果报只是在人天之中享受种种福报，比我老的福报，最终还会堕落，也出不了这个轮回。但是如果你以无我心来修学忍辱的法门，最能什么出世解脱，这才是出世道。实际上也就跟他们说，这是更高的一个什么持戒的一个阶段，要具备前面这个普通的基本的这个持戒的这个基础，你才能继续往上推进啊。放而不笑，譬如海阔天空，天空一任什么夜飞月，共鸣有力百啊，是吧？所以说，我们就必须要从这些地方去做啊。好，再往下，我们再看经文啊。汝等比丘，当自摩陀，以舍嗜好，着坏色衣，支持印气，以起自佛。自见如是，若起骄慢，当即灭世。增长骄慢，尚非世俗白衣所宜，何况出家入道之人，为解脱故，自降其身而行起焉。啊，这是对面什么烦恼呢？对面共高烦恼啊。从两个方面说明：第一，汝等比丘啊，怎么着？这怎么去对视啊？增长骄慢而行起焉，较量不应啊。首先，我们看下面有具体的这个分解：比丘对峙共高烦恼之下，当自摩陀，则无冠冕。啊，以严守啊，这个以实际上这个以，我觉得可能是这里敲错了啊，应该是那个所以那个以啊，没有种种像在世间在这冠啊，这个头饰啊，来庄严自己的这个头，是吧？冠头，你不要想到你有一头的什么长发、什么美发、什么还有什么种种头饰，显得世俗还觉得挺好看的，是吧？所谓的严守而已。当然我们真正明白出家人，你看演那些演干嘛，都是假象，都自己哄自己骗自己，是吧？那算什么庄严呢，是吧？这个身心都是五蕴积聚之身，没有一处是清净的，没有一处是真正庄严的啊。但是这个从开始出家啊，刚开始起修的时候，需要随时的去提醒自己啊，以舍嗜好，则无剑佩以延伸，着坏色衣，则无五彩以换服，支持印气，则无铜壶以供益，以起自活，则无炉灶以及彩，就是把身外之物全部都抛弃了啊，从自己的色身，不要去修饰，不要种种来宝贝来庄严啊，不要穿种种好看的衣服啊，涂中国粉就更不要了。所以说出现了把这些世俗东西全部断除掉了啊。那么呢，支持印气，每天就拿着这个钵啊，这个钵就叫印气，去什么去乞食，托钵乞食，你还有铜壶，还有如意，其他人帮你来办事，不可能自己去乞吧啊。乞到七家啊，不能再乞第八家了，今天有多少是多少啊，没有那就饿着肚子回去，以乞来自活，只能靠乞食。你不能说啊，我有很多钱，我不要去啊，我直接买就可以了呗，是吧？现在直接好在家里就可以买了，网购呗，方便了，还做饭呢，还自己去乞讨，好，才不费那劲儿做，直接送上门啊，不能这样子啊。七种吧。有共高就必然有我慢啊！这里大家一看，这佛就把我们自己的众生的这烦恼啊，分析的多清楚啊！慢，愚劣即己胜，愚等即己等，这是第一种慢啊！愚劣即己胜，对于这些什么呢？不如自己的啊，比自己低等的，觉得自己比他强，所以生成这种慢心的。愚等即己等，是吧？跟自己差不多的
是吧？认为哎呀，跟我差不多，我也没必要太多的去攻击他，我还是有慢性，是吧？故骂愚等积极胜，愚胜积极等。啊，这是什么呢？就认为自己啊比别人要强，啊，愚等积极胜。其实这个人本身跟我是同一层次的人，谁也不强过谁，但是自己内心呢就觉得我就比他强，别人看你们都是一样的，你就心里觉得比他强，啊，愚胜积极等。这个人本来要超过你们，但是你心里不服气啊，别人都认为这个甲你是乙，甲要胜过乙，但你就不觉得自己比别人弱，我就跟他差不多，他不比我强大的去，是吧？还是慢性在作怪，啊。慢过慢，愚胜积极胜，这就更麻烦了，比这个过慢还更过分的一种慢啊！愚胜积极胜，可能别人要胜过自己，你不但不认为别人胜过自己，也不认为什么别人跟你一样，你反过来认为你比他更强啊！那这种人的慢心到哪种程度，可想而知。还有我慢啊，愚无取运。随官为我，或为我所。啊，就是于这个五蕴色受想行识，啊，产生种种什么执着。认为这个五蕴就是自己的身心的世界的构成，认为这个是我，这个是我所。啊，实际上这些精神世界，所谓的物质世界，这个色受想行识。这几个东西都不是真实，没一个真正是属于自己的。因缘来了，五蕴就积聚在一起，发挥作用。你的身体也好，外在的山河大地，包括你所享受用的什么正报、医报，它就来了。当因缘没有的时候，一切都成空。啊，外面的资财，外面所有的世界，包括自己的这个身体，全部都幻灭了。啊。什么是我？什么是我所有的？没有，根本就不存在。只有因缘，只有因果，只有业力。啊，好，还有增上啊，于未得增上殊胜所证法中，未我已得啊，修学，所以刚刚有修学有点小小的进步了，啊，误以为自己开悟了，但甚至以为自己正当好了。是吧？增上的殊胜所证法中，实际上自己没有得到，还离得很远很远，啊，自己就沾沾自喜，啊，没有真正的如实的去了解自己，实际上就还是一种慢心在作怪，希望自己很快得到非常高的成就，希望自己呢能超过很多很多的人，啊，甚至希望自己获得更多的名闻利呀，得到更多的崇拜恭敬。所以他会主动的去有意的去抬高自己，啊，如果他是谦虚谨慎的人，他哪里看会做这些非分之想，啊，悲骂，于多分殊胜，积极少分下劣，啊，这悲骂啊，就是自己的悲啊，就比别人低啊，于多分殊胜，积极少分下劣。就是本来是别人比你强得多，但是认为自己呢啊，好像也是什么呢？只是比别人差那么一点点，不是差的特别多啊。就是你自己本身是比别人低的，但是低的也不多，哎，差距不大啊，没关系啊，自己怎么怎么着啊？有时候是一种信心，实际上就是自己心里不服气啊，不服气当然可以啊，但是你这个人过分不服气，有些东西啊。这个判断啊产生重大失误，对自己不是件好事啊。所以实际上我们很多主观的这种意识，主观的自我的认知是需要慎重的啊。你不能有一种强烈的这么一种意识，一种认知一直执着不散，有时候你在适当的时候起心动念啊，只是一瞬间没有关系。如果你这个人缺乏自信，有时候自我调节一下，稍微鼓励一下可以，但是你一直都是那么一种状态，你一直都是暴力的那种态度，那就要出问题呀、啊！啊，下面有邪嘛，那就更麻烦了，邪了，进入邪法，进入邪道了，
为时无德即己有德，你这个人本身没有任何的道德的人，却认为自己有德行啊，是吧？我就是佛，实际上你就是魔，佛认为自己就是魔啊，就这样子。后来碰上真佛才知道了，啊，不是，错了，是吧？好歹还能碰上真佛啊，所以真正有德的人不会有忌，这个忌就是执着，不会认为自己是真正有道德，因为德本身就是个因缘，这个因果缘起缘起的种种法而已，哪什么德不德，我都不存在，真正的我到哪里去找啊，还什么我有德啊，我有道，我有种种法，那更是身外之物，都不是真实的存在。那么什么才是真实的存在啊？就没有真实的存在，要存在那就麻烦了，有存在就有空间，有存在就有时间，有存在的时候就有不存在的时候，那可不就是麻烦了，所以这些东西都要通通打破，所有相对的这些二元的法，这种二元的世界都不是真实的。只要能够用语言，用你的意识能够思考到，你最多给它下个定义也好，给它形成一种观念或者一个概念也好，实际上这些东西通通最终也靠不住，它只是在某时某个特定的因缘条件之下产生一定的作用，而这种作用可能是好的作用，也可能是不好的作用。如果你相对聪明一点，有点小小的智慧，能够去利用它做有利的一种作用。如果你连基本的小小的智慧都没有，你只会让它产生种种弊害。但即使是有利又怎么样？这种利也不是解脱，这种利也不真正最终的那种菩提道果，明白吗？这个佛法就是什么？以前说过，就是个桥梁，就是个工具，就是一种药，就是为了解决问题。它不是任何时任何地都能解决所有的问题，不可能的，不存在的。如果说有，那都是人自己妄想的，都是自己什么一厢情愿的啊，设置什么东西出来啊。好，再往下啊。好，这段经文啊，无能比丘产屈之心与道相违，是故一应制止其心。但是产屈但为欺华入道之人，则无实处。是故汝等亦当端心以制止为本。这是第三种烦恼了啊，对之产屈烦恼啊，什么是产，什么是屈，这里有具体的啊给大家的一种解说啊。产就是什么？逢迎西河之言，产则不至。什么是屈呢？随境委夷之念，屈则不直啊，就是不是真实的啊，是歪曲的，是吧？逢迎西河啊，碰上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啊，逢迎溜须拍马啊，希望别人对你有好印象，然后呢给机会，以后你就能什么了。